师尊，什么成了？宝贝成了。此次魔劫大乱，将是我云盟崛起之日。<笑>慕云，手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以天火为主炼制出的一件，不知什么等级的灵气。虽然只是一次性的，可是却可以大量生产、批量炼制。到时候。 有了他们好受，该给他起个名字。那就叫黑炎霹雳弹。云哥，说的那么玄乎，这到底是什么作用啊？跟我来。至于离得那么远吗？看好了，都退后。 人类的身体，真是不舒服。哪有我灵族体格魁梧？那是自然，不过那样也太过招摇。<笑>万年时间了，我灵族终于是再度踏入到了中州大陆了。摩诃，此次我们两位灵王乃是先锋，可别丢人了。摩诃。 你也太看不起人了！此番我等率领10万灵族大军，中州大陆轻而易举。那咱们开始行动吧！哼！你说什么？天邪岛亡了！据探子来报，整个天邪岛72岛屿全部沦陷。那君无邪不是等闲之辈啊！ 这种事，谁能一夜之间做到？天邪岛岛主君无邪下落不明，据报，可能是灵族所为。此次灵族大劫，各位自当全心应对。我们云盟的目的不仅是活下去，而是在活下去的同时，让别人如何活不下去。齐明、顾一凡。 你们二人带领黄内炼气师赶至黑炎霹雳弹，切不可有误。爷爷，战国之内，各类灵气下发下去，此次能够在战斗之中表现突出者，所有灵气皆奖励给他们。灵族此次来的太过突然，令人措手不及，恐怕连君无邪自己也没想到。 灵族大军居然如此强悍，直接将他的老窝一口气端了。之前一直以为，就算是灵族入侵，也能够轻而易举地抵挡住。可是此刻，灵族大军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师尊，刚刚得到的消息，现如今灵族大军大举入侵，乃是灵族两位灵王摩诃、摩诃代理。现在，那入侵灵族大军分为10股。 其中9股势力分别朝着7大势力和我云盟以及羽仙盟而来，另一股则是留守在天邪岛上。而且每一队人马高手众多，皆是有数名灵将带领，灵将至少都是涅槃境一重境界。看来此次灵族当真是吃定了中州大陆，这等大手笔，寻常人哪里能够拿得出来？据我所知，那灵族内分为18层魔域。 每一层魔域都有一位灵王，而且更是有4位灵皇。每一位灵王手下都是有数10位灵将。